怎么了？贺锦熙，副总，好巧。顾总，没那么巧，我是特意来向花颜学习的。恭喜你啊，新产品很成功。多谢。奶奶叫我们回家吃饭，坐。这么早？我不喝鸡汤。回家。顾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和锦熙还有话没聊完。如果是签约的事情，那就没有必要再聊了。贺锦熙已经跟花颜签订合同在先。顾总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聊清楚了，我不会强迫他人违约的，只不过在不违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，我想请锦熙当我的宣传顾问，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。好，你们聊，我在这等你。我等我的女朋友回家，副总不会也要管吧？傅先生，其他事情我们改天再聊吧，今天我还有点事儿。好，走吧。继续聊啊。不聊了不聊了，回家。走。傅先生再见啊。我记得我和你说过一次了吧？什么？在和我的合约存续期内，不准和其他男性有过于亲密的关系。哪里亲密了？我们就是碰巧遇见。在你这是碰巧，在别人那里未必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怀疑副总？你未免也太高看我了。他是品牌公司的老板，怎么会特意接近我，又怎么会特意和我相遇呢？哎，拜托你收起你那满天大开的脑洞，多做点正事吧啊！我是为了你好。我谢谢你啊，顾总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，你的资料上并没有标注你很擅长化妆，也没有说你一直在做主播，但我今天看你的化妆手法以及你的理念，绝对是专业的，而且是经过思考的。为什么你的资料和本人出入这么大，贺锦熙？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，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。他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他，我们什么都得不到，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。回答我，贺锦熙。我家里人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，所以我就没在资料里写。是吗？那你怎么想的？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呀，我很喜欢这份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工作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认真的做了，对吧？我让司徒给奶奶准备了些补品，等会儿回到家你送给她老人家。好。不过你是想帮我在奶奶面前刷好感呢，还是真的关心奶奶？我是为了你好。为我？不然你希望奶奶继续给你炖鸡汤啊？不，鸡汤不要，鸡汤有毒。
这个吧。哦，哦，这个漂亮极了。回答正确。嗯，奶奶，哎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快来快来，跟奶奶说说话。奶奶，这个呢是西城给您准备的好吃的，他说您最近为我们太操劳了，让您好好养生，养好身体。他是让我养生，还是别叫我多操心闲事？鸡汤喝得好吗？奶奶，别别别，鸡汤不要了。哎呦，奶奶，以后我们俩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，我会和他好好在一起的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成功了，还是您厉害。奶奶对我这么好，我这样骗她，真的可以吗？好看吗？谁看你了？